这间是6030，6030是什么房间呢？哦，可以看到有浴缸房型。哦，有浴缸的房型呢，就是相对它室内来讲的话会比较小，但是它为了因为浴缸嘛，没办法，你就有所牺牲，要浴缸就室内一定比较小一点点，但是它一样都是可以睡小朋友跟大人，有的是两个小朋友，有的是一个小朋友。好，那这间的话比较特色，比较大的床，超级大床，它是原本的两个单人床并起来的超级大床。好，很多人喜欢睡那种超级大床，你看这间我就很喜欢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间，感觉是我喜欢粉粉的，它整间都是粉嫩的感觉。这间好欢乐哦，这是生日的一个 party， 非常欢乐的一个气氛，动物的生日 party， 而且粉粉的小女生都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吧。再加上这个是上下铺，你看这间我最爱的特色，有没有，又是粉红色又是欢乐气氛，我最喜欢热闹了，然后这又有上下铺哦，所以这间呢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。还有抱枕陪小孩睡觉，它每一间的抱枕包含抱枕都不一样的设计，会配合这个风格的抱枕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一间的话真的是应该会很受到欢迎，是因为它有超级无敌大床，它又有浴缸，然后又是粉红色，然后又是上下铺，所有小朋友喜欢的元素呢在这边都会看得到。好，进来这个之后呢，应该小孩子很快乐。那像这张床比较好爬，是因为它就是比较低的双层的床。好，这张只有两个阶梯就爬上去了。好，它适合这种比较小小孩的来这边睡觉。小小孩这一间的话，应该会非常开心。好像我个人就很喜欢这一间，粉粉又很欢乐的动物庆生的欢乐 party 的房间咯。OK。